为了当上王后，她篡改遗训，色诱夺权，立刻召集所有人，还有隐秘地安排军事。美式公主她该不会为了跟小自己15岁的陛下成婚，对摩耶夫人做出什么事情来吧？在天命变幻中，王权会落入美式手中吗？除非北斗七星变为八颗，天下将再也没有人可以对抗美式公主。如今将是美式的时代。10月22日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，善德女王。